練習都要俾人哋放，或者俾人哋麻煩一啲。我哋每一次都要領跑員或者訓練。咁但係都係嗰句，我願意啦。2009年年頭啦，有一日起身睜下隻眼，咦？點解乜都睇唔到嘅？咁所以就係咧，嗰刻開始就睇唔到嘢。咁呢個病咧就叫做視網膜色素病變啦。咁其實呢個病係遺傳病或者係基因突變，乜嘢都冇曬。好驚，好彷徨，以後嘅生活點咧？前路點算咧？我成日覺得，我會跌落地下咧，會撞到嘢咧，會唔會差錯句咧？其實變咗連行路都唔敢。完全唔想見人，連食飯都只係叫外賣。頭頭我試過自己煮嘅，但係之前咧未人學識所謂安全嘅煮食啊，成日都辣到手啊，有時耷低啲煮嘅時候，燒到啲頭髮啊，咁樣喺度心咩危險，都係冇仔啦，咁樣叫外賣食少少，門口唔出啦，係啦，咁甚至可能不斷去飲酒啦，咁就可能叫底下超級市場嘅可能送上嚟啦，送上嚟嘅酒好犀利噶。人哋可能買一打半打，我買係十箱八箱。喺九個月裏面咧，我試過咧，我屋企人冇煲，就算有煲咧，裏面冇水，只有口渴就係走。平均一飲幾多？最少打半。就係咁，130几磅嘅身體，眨下眼就變到成190磅，仲成日怨天尤人，就好似傻咗咁啦。乜都會諗諗，其實有時候我都話我媽聽。最衰都系你啦，系你搞到咁，我呢个病系遗传噶，系啊，甚至我哋有三兄弟喎，点解你两个唔嗰两个唔俾佢，而家俾我嘅？有位嘅视障朋友啦，咁讲其实已经算好啦，我话唔多，其实我一出世已经系全身盲，其实我都好想睇呢个世界。甚至你俾5秒鐘或10秒鐘，我都想睇一睇。但係佢話我都冇呢個機會，但係佢都冇放棄自己。可能有問翻我，喂，你係咪諗住對住呢四埲牆咁就捱過埋呢一世咁啊算數？咁其實嗰刻所謂都冇乜嘢反應。一個女人喺旺角被巴士撞到，卷咗入車底，送院之後證實不治。男司機救出嘅時候已經暈倒，送院之後證實死亡。瞓醒嘅時間又會聽到一啲新聞，其實佢都唔願走，唔想走，佢都好想喺呢個世界，但係我都冇呢個機會。但係反為我可能只係失去咗一啲嘢，或者冇咗一啲嘢，但我仲僥倖，好感恩咁，我仲喺呢個世界裏邊，係咪？係咪即係人哋反而冇呢咁嘅機會，而你有，你仲會白費？好咗我发声，一切重新开始，学点字，学煮嘢食，学用盲人杖，唔单止感受到社区嘅无障碍设施不足，更加感受到人情冷暖。即系有时翻工嘅时间，有啲人会讲：喂，乜晏少少先出嚟？我系赶住翻工，即系有时会有啲咁嘅人，但系呢啲人系好少处，只系试过一两次嘅啫。不过佢就好招积咁话。买嘢咧就从来冇俾人呃过噃。譬如我哋买嘢，买生果，买乜嘢都好啦。咁譬如俾40蚊，嗱睇住有40蚊嚟噶。我哋好大声，小一仲有好多人买嘢噶嘛。咁人哋即系佢个愿意食啦，大家帮手睇睇啊。呢度40蚊咋，呢度唔系400蚊啊。即系佢都会惊话我哋话啊。其实我跑步嘅事原因头头系希望减肥嘅。小花頭先講38寸腰都幾係嘢嘅，行出街兩個街口都未夠10塊成個身。咁頭頭跑兩個圈嘅就記得一個運動場400，我跑咗兩個圈就瞓咗喺地下度，係走唔到，好攰，係啦，我唔係。咁但係到收尾一路訓練啦，練跑完又不斷嘅鼓勵啦，唔緊要，我就行下先，行到順翻又行，又跑過。堅持原因
就是、大家當可能跑全馬42.195公里，咁其實去到30公里、30多公里開始就嚟啦。你係咩咧？話腳痛啊、抽筋啊、唔想跑啊，乜都齊。係啊，嗰陣時候我先要堅持。我試過即係比賽裏邊咧，即係我又整親啦。咁領跑完又試過跑跑拉伸條筋，唔可以再繼續比賽。咁嗰刻裏邊，可能喺個比賽裏邊有啲會啊 Gary 本身攞到獎嘅，其實嗰頭頭係會有嘅。唉死啦！如果唔係乜乜就可以啦。咁但係當個人跑步耐咗時間上，佢點樣比賽周圍都有，係啦，係嘛？最緊要大家都冇事，冇事就下一個比賽就可以繼續。Gary 的足跡遍佈香港、台灣、美國，山六一屋的獎杯獎牌印證住有血有汗的彪炳戰績。他甚至成功挑戰連健士跑手都未必有把握的南極100公里超級馬拉松賽事，超過-10度的嚴寒下比賽，有些積雪還厚到膝頭哥那麼高，跑到大概40公里的時候，他更加因為失重心而拉傷大髀。当时啊，佢痛到想退出比赛，不过听到领跑员张思莹嘅鼓励 ，Gary 最终忍痛完成赛事，获男子组第6名，更加为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筹得20万嘅善款。希望可以话俾好多人听，其实唔会因为你失去一啲嘢或者少咗一啲嘢咧，令到你会同一般人又睇低咗落去，或者系能力低一啲。其實有很多事情不要想著自己想到做不到就做不到，嘗試了先，你不去試又怎知道做不到呢？很多人會說領跑員領跑員是義工，其實不是的，其實做好個朋友，尤其是出外地的比賽。總之你要起居飲食裏面你都是孖公仔，住都是一間房，有時候所以所點啊？喺呢方面嗰個角色都幾特別嘅，甚至跑完啦，咁一齊去玩，一齊去玩都係呢對都係孖公仔嚟嘅，我哋冇佢就唔得。咁啊，總之就係黐實咗就一對眼兩個人嘅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撞到啲障礙物，咁如果真係有動物犬，咁起碼喺呢方面我哋都安全啲。咁調翻轉頭，可能又係啦，同我依家呢一隻又可能得多個朋友，咁我哋冇誤會。如果其實都真係嘅，如果真係到導盲犬，同佢真係夾唔嚟嘅，咁我覺得導盲犬咧有好多視障人士佢都可以幫到佢手，但係冇人肯愛呢只咁麻煩嘅友嘅，咁所以咧我一定會愛翻呢一個先，愛翻我仔先，係啊，我一定會照顧佢，係啊。希望之後可以去撒哈拉啦，250公里啦，甚至係環台灣跑啦，咁呢啲都係我想做埋先嘅。咁我哋希望下一個比賽又係啲特別嘅比賽，又同一啲比較特別啲嘅所謂機構，希望可以同佢哋籌款。咁其實我又覺得自己又可以繼續堅持去跑步，或者做一啲自己覺得有跨越自己嘅嘢。仲跑得喐嘅時間，我都會繼續跑步啦、比賽啦。咁但係我依家之後嘅心願就希望可以考翻一個叫教練牌。咁我想希望可以教翻一啲視障嘅運動員，即係其實我想話俾佢聽，唔緊要，我都做咗俾大家睇，我都得嘅。只要你肯努力，你哋都可以做得好，甚至比我做更加好啲。小朋友可能有啲不同嘅病啦，令到可能落地都有困難嘅，唔好話行路啊，甚至跑步。唔緊要，其實呢個只係病嚟嘅啫，係會過去嘅，會醫得翻好嘅。咁只要大家努力同埋堅持，其實總有醫好嘅一日嘅。咁到好翻嘅時間，或者同我一齊跑步啊！